你的下一步是什么？你为什么再出发？你害怕未知吗？你还需要更多掌声吗？走下去不是为了更多掌声，而是为了听见心声。不为宣告我是谁，只为看看我还能成为谁。下一步不是重复，而是重塑。完美日记，眼影小细跟口红，下一步更出色。